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畅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今次介绍的疗剂叫做Seneca officinalis， Seneca officinalis 英文叫做 snake wort， 中文叫蛇根草，今次这个蛇根草。咁蛇根草咧喺传统嘅草药咧，通常咧系应用喺一啲胸部啊、眼啊嗰啲膀胱嗰啲毛病嘅。咁喺同类疗法咧都应用咧，都系应用到呢一方面嘅。咁发现咧佢可以舒缓好多啲气喘啊、咳啊或者吐血呢啲问题。咁所以好多时候咧系可以帮助一啲肺炎啊、胸膜炎啊，同埋咧嗰个。那個水肺hydrophoric 呢類嘅問題嘅。好啦，咁蛇根草咧係主要係影響嗰個黏膜，咁導致咧好多啲係黏膜炎嘅症狀啦，包括喺個呼吸系統度啦，同埋嗰個膀胱、眼啦，同埋嗰個胸嘅張膜serous membrane 咁樣，肌肉啊，同埋左邊尤其是，咁好多時候啲嘅眼嘅症狀咧都係一種。瘫痪性的眼的毛病的。好了，胸部呢出现呢是一种 很冤痛的，有一种压力的，好像呢那个肺呢就要好像压落去那个背脊的脊椎那样，那于是乎呢是胸膜在那里呢是变得特别痛。那很多时候呢就那个病者呢就会出现呢是很多的痰，很多清的蛋白嗰啲黏液啊，好难吐嘅啊。咁患者通常咧系比较系年纪大啲嘅女士啦，可能高高瘦瘦嗰啲咁样嘅女士，或者肥肥嘅小朋友。好啦，咁喺个肺嗰度咧，可以话咧系我常用得着嘅吓。咁通常咧系支气管嘅黏膜炎啊，记住支气管黏膜炎加系咧肺嗰、那个。肺部嗰個係覺得好痛嘅，啊，咁好多痰，咁令到咧嗰個肺嗰度咧好似有種壓力咁壓咗落去嘅。咁通常咳咧，咳到嬲尾咧就會打嗤，啊，咁啊好多痰聲喺個肺，啊，
咁嗰個肺膜咧就有好多分泌出嚟啦，咁變咗啲痰咧，因為太多，有時咧好難嚇，好難吐出嚟，好硬好多嘅痰，老人家吐都好辛苦嘅，咁所以好多時候用一啲比較老人家嗰啲問題啊，肺氣腫啊，或者嗰啲長期嗰啲嗰啲哮喘呢方面，好啦，眼個症狀咧，通常咧係比較係屬於一啲瘫痪性的那个可能是那个视力弱啦，是肌肉性的视力弱啦，帮你看混浊啊，咁呢个疗剂咧帮佢咧就吸收呢啲混浊体嘅，眼就觉得干，同埋咧觉得只眼咧好似喺眼眶里边咧好似眼球太大嗰种感觉，咁亦都会出现那个裂影啊、重影嗰啲嗰啲問題，好多眼嘅症狀咧，同個頭嘅症狀都一齊出現嘅。啊，個頭嗰個症狀咧，通常咧身體嘅症狀咧，覺得咧，如果個頭咧向後彎咧，就會覺得好啲嘅。啊，喺嗰啲温和啊、暖嗰啲房間咧，係會比較差嘅。好啦，咁蛇根草咧，我過去通常咧都用喺一個呼吸系統嗰啲痰多。那個肺咧就心口咧，好似覺得有啲壓迫感，咳起嚟咧，咳到咧好多痰聲，同埋咳到又咳又咳又咳又打一次。好啦，呢個就係蛇根草嘅應用嘅地方。袁醫生頭先介紹咗嘅同類療劑，覺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咧？係唔係就係你嘅靈丹妙藥啊？需要嘅話。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